哎，谁？挺老师。哎，我报灯了。你报灯了？对，我估计应该是能感觉能够抢到您的。哦，你坐。然后这样的话，反正就后来也有人进来找您了吧？现在还没有。啊？就约等于现在有我跟雨宁给您这个是吧？对。那如果说到时候没人的话，您可以在我们俩中选择，那就是我报灯了，我一版本，那雨宁就可以唱另外一版。行，对吧？我不知道您听没听过我的声音，就是我有的时候状态好的时候，声音还能打得蛮高的，啊，然后这我觉得您这歌刚才我听着，其实我觉得可能都能升几个，会让这个感觉更大一点那种感觉。行，我替您盯着点，因为刚才我们都在沈阳老师那屋在上课，看那个 AI 那什么，好，就是根据咱今天的这6首歌。 看依次说，谁第一可能适合唱这歌，谁第二可能适合唱这歌啊。然后特别大巧不巧的是，您这歌第一首。